我还带了一个秘密武器，我这不是拍不出好看的，已经开始想象自己的影子了。牛啊牛啊，看准备开始了。上！哦，嗯，我这个眼镜居然一点都没拍出来，气死我了！不，下次不戴了。<笑>反正现在也不用排队，我做到吐我就不信我拍不出来。我们阿富汗练腿没在怕的。我把这辈子的创作做完了，哪怕一次，我希望我的头发听点话，它不要让我再变阿富汗猎犬了。有没有信心？<笑>不知道做了多少次整鱼成功呀？旁边的巴斯光年行进营救也能拍照。关注我，下期告诉你们100块怎么在迪士尼吃一天。从来没有人说过。